曼联呢就成为了18-19年英超球季首支输给弱队的 Big Six 强队啦。讲到这一呢，对于曼联球员的士气呢都真是有些打击的。咁呢件事呢似乎係不容忽视嘅。咁而且呢仲要去到第二轮啫就已经要输波啦。咁呢一度呢可能係同世界杯有关。咁但係摩连奴今日呢又真係选用咗一啲呢係打到去世界杯最后阶段嘅球员。咁包括就係今日演出冇咩说服力嘅艾殊尼杨格。咁佢仲要呢就係踢唔習慣嘅右后卫啊。今日对方呢嘅係呢一边嘅进攻呢都几旺盛下㗎。其实上一场呢达米安就好地地，咁但係摩连奴始终都係鍾意出返呢自己有信心嘅球员啦，咁呢个係事实嚟嘅。就好似卢卡古咁样啦，其实今日就踢得好沉嘅卢卡古亦都係喺世界杯打足7场嘅。咁但係摩连奴今日都係要佢打足90分钟啦，咁由此可见摩连奴始终呢都係要信晒卢卡古嘅。咁不过啦，有个球员呢就真係唔可以话用打足7场世界杯作为今日灾难性演出嘅藉口啦。呢个呢就係天王巨星嘅队长普巴啦。上一场波呢我都有讲过呢，就係普巴似乎成熟咗少少，咁但係我亦都有同大家补返一句嘅。就是上一场赛事呢曼联是打了88分钟顺境波嘛。咁普巴究竟是不是真的成熟了呢，就真的要看看他怎样打逆境波的。而今次呢我们就完全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啦。如果你没有看世界杯，而我跟你讲话这个球员呢是世界杯冠军的成员来的，可能你完全不信添啊。咁但是个事实就是呢，今日普巴嘅演出喺0-0嘅时候都仲好少少，但係都仲係有毛病㗎啦。而呢一个逆境波嘅时候呢就简直係灾难性嘅演出。咁最严重嘅问题当然又係嗰啲啦，选择能力嘅问题啦。咁佢成日都交失波嘅。咁呢一样嘢呢就同体能状态冇关嘅，係同整体意识啊、脑筋啊呢一个呢足球智慧有关系嘅。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用世界杯作为藉口嘅。咁我呢不厌其烦再呢解释点解普巴喺世界杯同埋曼联嘅表现係可以参天拱地嘅。最大嘅原因呢就係法国队喺世界杯呢根本好少控球在脚主攻嘅。咁呢样嘢呢係普巴嘅弱项嚟㗎嘛，佢唔識得面对密集㗎嘛。咁唔需要佢控球在脚啦，喺国家队就掩盖咗个弱点嘅。咁但係返到曼联就冇可能唔踢控球在脚嘅。咁结果佢啲弱点咪暴露返晒出嚟囉。今场赛事其实係典型嘅例子嚟㗎。一开波嘅时间其实白礼顿呢係好主动咁样控球在脚啦。咁呢就睇唔到普巴有事嘅。咁佢仲曾经呢试过喺反击当中呢做超级连结人，及时将个波交咗俾卢卡古添。咁可惜呢就卢卡古把握唔到嘅啫。咁就否则嘅话其实都有啲机会先开纪录嘅。咁但係呢由于呢个整体能力嘅关系呢，白礼顿係冇可能长期控球在脚主攻曼联嘅。佢哋点都係会完结攻势㗎嘛，而曼联有控球权呢又点都会尝试一下掌控返个赛事，曼联始终冇可能0-0嘅时候对住白礼顿都拍大巴㗎嘛。咁所以曼联呢一定冇可能避免面对密集控球在脚嘅。咁但係你见到摩连奴今日嘅结构呢正选阵容呢係好怪下㗎。首先呢左手边嘅係马斯亚，但係马斯亚就唔擅长做半主角嘅。马达呢喺右边亦都唔够支配力做半主角嘅。咁但係呢佢哋係得3个进攻点嘅啫。咁只可以选择做中短期进攻。咁但係中短期进攻呢係必须要有半主角内切入去中间㗎嘛。咁即係话呢曼联面对密集根本冇特定嘅方法，冇特定嘅套路。咁结果呢就开始猜唔到上去啦。摩连奴就係俾咗个好大嘅难题俾呢班球员。而摩连奴亦都长年累月呢係冇点样刻意去提升呢班球员嘅整体意识。咁所以呢班球员係难以解决问题嘅。咁尤其是係普巴啦。其实白礼顿防守嘅时候咁积极去高位压迫呢，踢到咁高姿态呢，对于曼联嚟讲係有利㗎噃。
就連亞仙奴在之前那場賽事對車路士都因為太過高姿態去做高位壓迫呢，才會輸給車路士而已。如果單體球會的級數，白禮頓理論上又怎會有可能可以用到一種這麼高姿態的方法去對付到曼聯呢？咁只要曼聯成功猜過咗白禮頓嘅高位壓迫咧，就即刻可以有機會打個快攻，唔需要再面對密集啦。咁可惜喎，曼聯球員嘅連結能力又真係冇辦法猜過白禮頓嘅高位壓迫喎。而當中最嚴重嘅就係身價最高嘅普巴啦。嗱，其實咧佢係失第一球波嘅始作俑者嚟嘅。嗱，作為一個中場球員，邊有可能會喺自己嘅後場邊線嗰度斬個高波落去中間啊？唔係轉方向啊，唔係斬過對面邊線啊，係斬落去中間啊！喂，大佬啊，高波嚟噶，要時間攞噶嘛。咁嘅話咧，就俾曬機會人哋高位壓迫成功啦，累死咗接應嘅彭利拿啦。俾呢個梅利咧搶走咗個波啦，咁差啲咧係輸過即時嘅反擊噶，咁好彩連達魯夫叫做解到圍嘅啫，咁但係啦，咁就送翻個控球權俾白禮頓，白禮頓叫做壓迫成功啦，咁繼而咧就俾咗個機會白禮頓明買明賣啦。咁就繼而出現咗連達魯夫咧掹人同埋對抗性嘅弱點。咁不過咧，一個咧就係梅利嘅走位又真係好鬼靚嘅。咁啊走咗落去連達魯夫後邊，再即刻攝翻落去前邊咧，好難掹嘅。咁仲要咧就係射得好靚嘅，一撩咧就搞掂咗嘅，先開紀錄啦。咁所以今場賽事嘅呢一球波咧，感覺上孭鑊嘅係連達魯夫，但係其實咧普巴係送翻個控球權俾對手嘅始作俑者嚟噶嘛。而普巴下半場一出到嚟咧，仲有一次嘅大佬，又係喺後半場嘅邊線向住自己禁區頂中間斬，差啲又死嘅啦。嗱呢啲咧係自殺式嘅傳球嚟嘅，咁所以最應該喺半場被調離陣嘅其實就係普巴。是普巴間接令到曼聯要踢逆境波，亦都令到白禮頓嘅氣勢咧突然之間起得好犀利，短時間內再嚟多個角球，再加啲運氣咧，咁就領先到2-0。嗱，之後曼聯其實都冇咩辦法回應嘅，因為咧佢哋始終冇咩特別嘅進攻套路，咁啊只係靠曬咧蘇爾咧嚇冒斷腳嘅危險踢翻個波入禁區產生鴨仔波，再靠啲運氣先至用到盧卡古呢塊遮丑布追翻一粒嘅。咁但係好快白禮頓又入翻波啦，咁今次咧就輪到曼聯嘅龍門啦嚇，迪基亞開咗個好難攞嘅波出嚟啦，咁個波咧就斬落去最危險嘅中後場中間，咁結果搞到費特一攞波咧就即刻俾人哋再次高位壓迫成功啦，咁哥斯咧立刻接應入禁區，雖然攞得唔靚咁，但係咧拜利被逼落腳輸過12碼添，咁就係搞到3-1完半場嘅。咁真係估唔到嘅就係白禮頓咧對住曼聯都可以玩到咁高姿態、高位壓迫、控球在腳咧，明顯咧係曼聯自己有好多犯錯，俾曬機會對手。咁而且曼聯仲係冇咩組織能力咧，咁反而白禮頓嘅組織咧唔可以話高水平，但係都好過曼聯嘅。嗱，當時喺直播室嘅時候咧，大師級嘅評述員何輝就話咧，如果真係要入兩球波咧，追翻兩球嘅話咧，曼聯半場就要立刻轉個四個進攻點啦，4-2-3-1出嚟嘅。嗱，其實咧何輝係講得好精準嘅，而摩連奴亦都喺下半場轉咗4-2-3-1，可惜摩連奴嘅調動咧係出現咗嚴重嘅失誤，佢竟然咧係保留咗普巴，而且咧係拎走咗馬達。嗱，馬達永遠都係最懂得面對密集嘅曼聯球員，竟然間咧係放棄佢，根本冇可能嘅。而呢個普巴咧係最唔懂得面對密集嘅曼聯球員，而且普巴咧佢喺度嘅話咧，曼聯就唔適合打4-2-3-1嘅。嗱，因為普巴咧永遠都需要有兩個保姆咧保住佢先至掂嘅。嗱，我舉個例子啊。就是今場波36分鐘一件事情，普巴在自己的後半場發覺有人壓迫他，他第一個時間的選擇呢並非是將個波交出去，而是自己突然之間施單上身再轉身。
咁結果咧係立刻失控球權嘅。嗱，由此可見咧，佢冇辦法盡快交翻個波出去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唔清楚隊友嘅位置。咁所以咧，你要喺佢身邊擺多啲保姆嘅，咁等佢容易啲揾到隊友咧，咁樣先至方便佢踢波交波。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佢就好多失誤噶啦。咁所以咧，有普巴咧，中場一定要有三條友嘅。咁有佢喺度咧，結果咪唔可以轉四二三一咯。咁除非你換走佢嘅啫。咁但係人哋歸為隊長啦，換唔走噶嘛。咁結果下半場轉四二三一四個進攻點，一拎走彭利娜，拎走咗個保姆啫，就搞到普巴身邊少緊個中場球員，佢嘅選擇困難症咧就加劇咗啦嚇。你要佢派牌添咩？就整個災難性嘅演出出嚟添。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彭利娜嘅派牌咧，仲比佢成熟一啲添嘅。嗱，普巴嘅決定咧，有時就太慢，有時就太心急，仲成日都交失波嘅添。曼聯咧花咗好多時間咧去處理後場猜波嘅範疇，而且亦都猜得唔順啦。咁你話有翻個馬達周圍連結都好啊，起碼個節奏會好啲。咁但係摩連奴咧，竟然係相信連加特入嚟係可以取代馬達嘅主攻主角角色嘅。咁呢度咧又係得啖笑嘅。咁而且咧，其實下半場本來咧係有條友咧係好翻少少嘅，呢個咧係馬斯亞。咁多咗進攻點幫佢咧，佢有時可以做下支點，有時可以交下波連結下嘅。咁但係咧，正當我發現佢開始打得好啲嘅時候咧，佢就俾摩連奴喺60分鐘拎走咗，而拎走嘅就唔係狀態好沉嘅盧卡古，就而係拎走呢個馬斯亞。嗱，入嚟嘅係爆炸頭菲蘭尼，咁即係摩連奴冇耐性啦，要玩空中轟炸啦、屈機啦。咁就搞到更加係冇組織嘅，班波咧就越搞越心急。咁爆炸頭咧一出到嚟咧，就好快入咗去中鋒嘅位置嗰度。咁而且咧好多進攻點咧，亦都係好心急入曬禁區裏邊，包括係呢個福仔嘅。咁啊搞到咧就係中場同埋前場斷開曬啦，要玩到咧就係喺個中圈嗰度咧，直接用高波斬上去嘅。咁呢啲咧咁高難度嘅連結就不斷斷攬啦。咁當初點解要拎走呢個馬達咧？有翻佢喺度做個橋梁咪好咯。而當初亦都點解要拎走馬斯亞咧？嗱，馬斯亞冇咗咧，咁結果就搞到一邊嘅進攻點冇人拉邊去斬波咯。嗱，爆炸頭入咗嚟之後，明明係想明埋多啲屈機。但是呢要入咗嚟14分鐘之後先至出現首個具體嘅傳中球，咁之後呢我再期待下曼聯仲有冇傳中球啦，點知係冇嘅，係冇傳中球嘅，咁點解要放兩個中鋒入禁區裏邊呢？其實我覺得咧，曼聯啲球員咧都唔係好知摩連奴想點，又或者摩連奴咧亦都唔係好知咧可以用咩方法去放大盧卡古啊，同埋呢個爆炸頭嘅威力嘅，或者佢哋喺度等緊罰球咯。咁總之咧，組織力咧呢場賽事咧就直頭比上一季仲要係差咗添嘅。上季都話可以不停明埋施展咧遮丑布嘅功能啊，但係今場賽事竟然下半場係得一次明埋嘅啫。可想而知，對方都開始知道曼聯嘅門路啦，唔會再輕易俾你咧傳中啊，明埋啦。咁摩連奴唔進步咧，其實就退步噶啦。咁而且咧，今日嘅調動咧係非常之有問題，可以話亂七八糟嘅，拎走曬一啲唔可以拎走嘅人，咁但係又唔拎走應該拎走嘅普巴。仲有啊，我想問個問題。就是普巴究竟仲適唔適合做隊長嘅呢？嗱，個臂章俾咗佢嘅原因咧，係因為想佢開心啲，可以留低。咁但係佢踢到咁嘅話，其他球員又會點樣睇呢？嗱，呢一部分咧就涉及咗管理嘅問題啦。嗱，最近咧有人就話曼聯主要嘅問題咧並唔係摩連奴，其實係管理嘅問題。某程度上咧，我係同意嘅，但係我都冇辦法同意咧，摩連奴係冇責任嘅。嗱，淨係單睇呢一場賽事臨場應變嗰度咧，摩連奴係完全唔稱職嘅。嗱，佢完全唔理解點樣去用呢一班球員。咁你再睇翻上年歐聯16強嘅正三角形，其實你會知道摩連奴差唔多噶啦。嗱，佢只係可以喺某場咧強強對決裏邊有神級嘅針對性部署，但係你要佢面對密集嘅話咧，
佢係冇計嘅。一個球季裏邊面對密集次數一定多過強強對決，咁所以摩連奴咧並唔係一個長遠可以執教曼聯嘅教練嚟嘅，佢係有責任嘅。咁但係我都認同咧，管理層嗰度咧都有責任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啦，最好嘅方法就係摩連奴同埋呢一個咧就係副主席啊，活華特咧一齊離開嘅。嗱，其實好簡單咁樣講啫嘛。活華特喺曼聯打識咗幾耐咧？打咗幾耐識咧？曼聯就衰咗幾耐嘅。咁解僱佢咧？根本是一个很简单的商业决定来的嘛。他一路都不察觉曼联呢管理层里面没有技术总监的这个职能呢，这个职位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管理问题来的。这方面呢其实他是责无旁贷的。他升上副主席的时候是2012年嘛，当时还有费格逊的。那么真的呢不需要技术总监的，因为费格逊呢佢個腦裏邊咧就有齊曬所有咧就係技術總監要嘅職能噶嘛，例如就係嗰啲提升整體意識嘅育成部分啊，球員配合戰術嘅方法啊，球員類型嘅調整啊，戰術嘅取態啊，即係費格遜可以咧完全包辦曬噶嘛，咁所以當時可以係冇技術總監嘅呢個職位嘅，咁但係費格遜一退休咧，幾個教練咧都冇辦法做到以上嗰啲職能嘅。咁所以咧，欠缺技術總監嘅問題咧，就開始咧就浮現咗出嚟啦。咁其實咧，都係開始睇到咧，曼聯嘅管理層咧，係以至呢個係教練團隊咧，都係暫時未幫到呢個費特啦嚇，呢個巴西新加盟球員咧，去盡快適應英超嘅節奏嘅。嗱，費特嘅演出遠遠都不如咧，佢喺薩克達嘅時候或者歐聯嘅時候。咁呢啲咧，都係管理部分嘅問題嚟嘅。嗱，活華特咧係比較着重於商業咧，而咧唔太重視呢個球隊嘅係一個日常運作嘅，咁所以咧必須係要出現技術總監咧去協助呢個咧就係主席啦、副主席啦同埋教練嘅。咁之前咧傳出個曼聯開始揾技術總監咧係一件好事，咁但係搞咗咁多年先至開始發現要揾呢個職位咧，我認為咧必須要揾翻個人去負責任嘅，而呢個咧活華特喺呢五六年嘅管理方針上邊咧，的確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咁咧絕對咧唔係一個咧值得信賴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同摩連奴咧都應該係一齊走嘅，咁樣樣咧，曼聯先至會有一個咧就係長遠健康嘅發展方向嘅。而小弟嘅 channel 咧，亦都希望有一個咧就係長遠健康嘅發展方向啦。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喺每條片裏邊咧有翻一個一定數量嘅協助，去幫嘅小弟咧 click 廣告、撳廣告、彈廣告，同埋咧播曬啲廣告片佢嘅。咁之前大家鬆懈啦，例如上兩個禮拜大家鬆懈咗啦，咁真係冇咩收入嘅。咁不過咧，大家咧近呢個禮拜，當我呼籲完之後，大家咧冇鬆懈啦，真係 keep 翻咧做啦嚇，積極啲去做啦，咁咧令到呢個小弟嘅 channel 咧係有翻收入啦，咁可以令到我咧可以繼續有尊嚴地生活落去啦，可以繼續免費咧堅持出到片咯。希望大家幫幫手啦。嗱，嚟到呢一度咧就打一答啦。咁啊，兄弟就問點解電腦嗰度冇廣告咧？咁相信就係你部電腦裝咗個 block ad 嘅程式啦。咁只要你識咗個呢個程式嘅話咧，擋廣告程式嘅話咧，你就會發現我電腦片嘅裏邊有 banner 廣告，我片嘅右邊都有就係廣告，大家可以 click 落去噶啦。咁手機嗰度咧就係片嘅下低有廣告字眼嘅地方，大家撳落去彈廣告視窗出嚟就可以啦。咁無論手機定係電腦都好啦 ，YouTube 都會時不時咧喺片嘅最前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咁大家除咗播曬條廣告片之外，仲可以喺條廣告片嘅裏邊揾廣告 link click 落去。例如電腦嘅話咧，廣告 link 會喺條廣告片嘅左下角，手機咧喺右上角嘅。咁啊過幾個鐘頭之後咧，等我唞一唞之後再講曼城啦，拜拜。